第一首歌，娜姐的征服，第一句就这样被你征服，从低了开始起，好不好 ？OK， Round One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这么弄的话，我觉得我还能参加三轮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耶、yeah. ！两个老人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嗯，什么调？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好，好。傲娇的耶，我跟那英唱过歌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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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我在背后唱，来你在前头，预备去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赢了吧？小心一会儿自己唱不上去，农夫与蛇。啊、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哦，竟然坚持下去了，沈腾。恒哥预言的他能撑到的第三轮来了，就这样就这样吧。如果不行就出局，就这样难听无所谓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哎，有种戏曲的味道哈。我来，娜姐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这是杀鸭子的声音。哎呀，三过关吗？我也救不了我自己了。就。这么高啊！哎呦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闭嘴！导演他故意捣乱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哇！对，第八。你怎么还第八度呢？对，我们应该比女生要低八度。别，你现在就高八度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认为哈，我们这样就你俩比吧，因为他俩的声音还在中音区，我们已经在，我们已经翻白眼了。我从上一轮就开始翻白眼了。这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还是厉害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低了一点点，低了一点点。嗯，啊，就因为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哇！好了，接下来他们俩比了。对呀、啊。那边都主动弃权了，是吧？对。主动弃权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哇！就这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
是真声了，好厉害哦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我们的也是真声。我得在背后保护点花花，这随时就容易一下仰过去。来来来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我已经转假声了，这我唱不上去了。就这样，试试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到头了。脸都白了，没到头了，没上去。就是你要假身的话，还有，如果你还有能量的话，多难听的声都能上去。展哥，你还有歌手的包袱吗？怎么了？你来嘛，你来一个呢。听的嗓子疼，有没有觉得？就这样被你征服。海豚音了，这个已经开始跟海豚对话了。哎呦，那我觉得我也能试一试呢。来，贾玲。不是，你是海豚本豚呢，直接炸海里去了，哑了现在。完了，我们全军又覆没了。Pentak you， 你刚才说要一打五来着？对啊，来吧，我跟花花来吧。你跟花花来一个，花花来吧，一对一的，可以。换一个歌怎么样？好，可以。换个山丹的花开红艳艳。哇，好。对，就这句好不好？好，花花你别欺负我，行不行？没有，咱就假声唱到，用假声开始就不唱了，好不好？用假声，哦，那就是只拼真音是吗？对，哇塞，只拼真音，我觉得我真音应该没有你高，我尽量来吧，加油。OK， Round Two。起步就这么高啊？起步真高啊！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，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，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，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呀，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呀，哇，快，来，没了，我没了，我觉得打平手得嘞。这孩子是真不让家长省心呢。你哥咋了？下山了？山。哎呀，放松。哎呀，山。哎呀，受伤了，受伤了。
受伤了。我上不去了，我上不去了。山大大的那个受伤了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哎呀，这个属于巅峰对决了。我看的我的表情特别的狰狞，就一口气一直提在这儿，发现没？看整个比拼的时候，哦，这是高音之间的比拼，接下来一个比较好玩了。我们考验的是拖长音，哦，比拼的是歌手声音的掌控力。由美队呢派出队员拉长音来进行计时，计时长的就获胜。你可以吗？主要我刚刚唱完那个再来。伤了元气了，对，有你这样，你对你俩不公平，你俩别参加这游戏了，我们几个来比拼，谁先来？腾哥，你先来吧。我要唱不起27秒，我都对不起 vivo。来啊，俊吗？你把声给我放出来，大点声。这有蚊子吗？是。但我掌握了一个小技巧，声胆小，声小，然后我在那想，嘴张一半儿，就有一半儿不让它跑风就行。来试试啊，试试试试。我就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一秒哈。来，杨哥来。宇宙毁灭，宇宙毁灭，心还在。不会4秒吧？感觉好像也就15秒左右，撑死了。感觉像烧了壶开水。没了，一局，哎，这18秒，这我刚才乐一下子也费气儿。好了，花花，啊，好了，啦啦啦啦，你好认真、啊。来吧，来吧。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。不会这得干到30秒？睡着了，这得45秒吧？你在打坐呢吗？不干扰啊，不干扰，看他是什么样的成绩。1分钟起吧，这个20秒。哇，听听还有声吗？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。压力太大了，您在旁边数。我39 40。哇，41。这不是最后一期。花花脸青了。花花，你笑一个。行了，兄弟，你赢了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兄弟，好了好了。你还在出声吗？还在出，还在出。行了。8 5 8 5 9 6，1分钟。1分钟了。还有啊。0秒。好了好了。哇，07。你这就不懂事儿啊。那娜姐怎么接？没事，娜姐零头咱还赶不上吗？娜姐来啊。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入土。娜姐太实在了，她都没怎么往里吸，她最后一口话没我吸了，没了。娜姐，你这个在谁后面倒是也无妨。哎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总是在边上进行干扰？不是，我俩是出了名的人品不好。哎，别，我们这样好不好啊？因为他们是1对1对1，我们多一个人，那我们俩就合二为一。你尽量的拉长，然后我接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比过花花。哎呦，两个人一起、啊。好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可以吗？花花，好，咱俩互相看着，你别看那个机器。你们俩看着还能不撒气儿啊？
三秒不过岗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互相给对方输送二氧化碳。不要被他们影响，不要被影响。来，骏马其实要真挑战一分零七，也就我唱歌不用换气儿，我一首歌就一口气唱上了。哪首歌？哪首歌都行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叫小沈阳，艺名也叫小沈阳。是沈阳的沈阳。阳阳的阳。小沈阳。他往回抽气儿是吗？他用阳来换气。循环式呼吸法。好了，我来宣布一下这一轮比赛的最后成绩。目前为止，场上的最长音一分零七秒来自于华晨宇。啊，所以这一小轮呢是王牌家族队暂时领先。接下来。